那个是拱门，那个是打针。这里怎么有一条香肠？啊？怎么有一个小孩在这里睡觉呢？嗯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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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要不要去走那个平衡木那一边？啊，吴心意。娘，嗯，爸爸，啊，我们先走过去。我们走这边。我要去走那个平衡木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铁轨啊。你过来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去。等一下再去啊。我从这个窗户看到你的。啊，你怎么被关在里面啊？这样。啊。救命啊！你被关住啦！这里。搞个拍照啊！从那里。好，换爬这个 ，Go。你从那里，然后走过这个彩虹的。走那里。啊？走那里没有彩虹的地方，这里。哎，这里还有一只彩虹小马，你要骑吗？完，它的脸怎么破一个洞？破洞啊，坏掉了。对呀，我们去玩那个。